韩团默契大考验，主持人提问 ，Best 成员现场在题板上作答，考验 Best 的男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。Lady 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了我们的这个拷问环节了，然后会给你们每个人一个题板。我知道这种环节很通俗，但是我们还会出一些不一样的问题。OK， 好吧。好，那我们把题板拿上来，来，第一个问题啊，我们 Best 的团里谁最有偶像包袱？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答案。所以就是两个图图，三个六 T。那六 T 为什么是最后偶像包袱？我觉得他们这样走一点不时间，而且我还挺说实话，只要可以出门，默契比较大，就很多很多点吧，我觉得。那第二个问题啊，谁在生活里最小学弟？小学弟。花姐真的好多这种词我听不懂。啊，小学鸡学长的那个学鸡。对对，小鸡的那个鸡。就是你最弱。对。嗨，又得谢谢。看看我们能不能达成默契啊？就是五个人统一答案。好，三二一。是吗？统一啊！我就连第五个人都是选的第五个。可是我写的是都能。是吗？嗯，我写的都可以。你说的都能是都不是小学鸡还是都是小学鸡？都可以。都不是。那第三个啊，谁是公认的游戏王者？是电子游戏哪一方面的？就王者荣耀那种的。啊！哇，我的问题很难懂吗？没有。又是一样的答案吗？二一。哎，不一样了这回。图图，你写你。哦，你们三个要争一下吗？嗨。他们两个认为都是周柯宇，你们两个分别写自己，来，你们再 PK 了。等一下，我打断你，要不因为这个采访时间有限，我先跟你们讲。较量，你俩是这样，就是咱我必须得先说了。等等，你俩白了，我说的不是王者荣耀，我说的是英雄联盟。英雄联盟也不行。来来来，但是他吧，确实可能，这方面确实有点不自量。你认吗？你让我们来说吧，因为我们是特怪人，特怪人。因为姐，我跟你解释啊，王者荣耀这个游戏，谁玩谁觉得自己是最厉害。真的？那你们两个是因为不玩，所以觉得他最厉害？是因为悬殊差的太大了。但说句公道话，谁是最厉害的？肯定是第一，是最厉害的。嗯，六弟确实稍微略胜了一筹。好，然后是，请写出卢焕瑜昨天的外套颜色。我自己都不会。自己看鞋自己的，不要看啊。咱们干啥了？什么来着？昨天干啥了？哟，这个脑子呀！昨天干啥了？我蒙你了，我蒙你了。看来还是我有点心寒呀，真的是。三二一，我已经看到两个不同答案了，白色、银色，银色，这个羽绒服是对的，对，这个厉害，只有一个人白色改成蓝色，兄弟，你把正确答案改成错答案了，你也是错的呀，我外套，白色有白色，对，混手，外套，混了我就混手，然后我所以你们都是对的，你们都是对的，银色，因为他俩猜对了羽绒服，你穿到了内搭，然后请问蓝色是什么？裤子。不是，他穿了那个蓝色羽绒服，对，因为他之前在那之前，他天天穿一个是蓝色的羽绒服。下一道。请写出图图的兴趣爱好。我的兴趣爱好。那你们为啥能写这么多？看来有人对自己的兴趣爱好不是很了解。我确实不了解我自己想干什么。哇，这么多呢，兄弟。特别认真。我真的，兄弟，我这个作文直接就60分，为啥及格了？字数够了。不是你100分，因为他们都没写上。三二一，看一下。玩手机照镜子唱歌。唱歌玩手机，这俩我知道了。镜子、手机、耳机唱歌、吃，你觉得比较全面？我这个才全面，八九十的手机手游的，游戏对，诗歌吧，吃，喜欢了解，另类的事儿。哦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写一个东西，什么？抖音都喜欢看啊。不是，他不光是这样的，他还会去百度各方面去了解去查，是，就是了解喜欢另类的事儿。而且他看抖音，永远都把那个手机扩声器开到最大的音。那你们都被迫跟着一起看是吗？当然了。那我你说啥呢？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你觉得你了解过的最另类的事是什么？就你说一件，让巴黎姐觉得哇哇，一个冷的，你一说一个，你知道那么多。我是在一站到底上站到最后的人，所以你可以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有点耍大刀了。别，继续说，继续说。因为我比较喜欢了解宇宙方面。对。然后就比如说，像宇宙边界啊是。好像是935，但是它这个宇宙它是一直在膨胀，一直在膨胀，它没有，它一直在扩大，一直在扩大，一瞬间就是穿越穿梭到一个地球2000光年出来的地方，你拿一个超高倍的望远镜出镜可以看到其中的东西，其实什么东西？那穿越是在哪里？
就是，我现在每天看到什么，然后想看到太阳，其实把它拿下来，就是我看到所有事情都过去了。突然觉得男团里出了一个哲学家。不是，我说真的，我跟他爱在一块儿原因就是他，我喜欢听他说哲理，脑洞大。哎呀，真的是可叫神奇，神奇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反正说的可像回事。OK， 那请写出方楚轩的出生年月日。哎，我要写错了，我想知道会怎么办。那你们今天晚上会怎么办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兄弟！哎，这个表兄弟啊，不是亲兄弟，表妹兄弟。哎，今天多好！兄弟，我今天过生日呢。还没写完。看了这个队长啊，平时没啥，算了。好，那我们三二一，看一下，我们有几个生日啊？我不想再待下去了，我要怎么见啊？我农历我给你写了，兄弟。啊哎，等会儿我差了一天，差了一天还没写年，差不多嘛。一月三号，一月二，说不定你就一月二号11:59。好笑吗？我帮你写，哎，不是前面吗？好笑吗？我想看看你的，你写的啥？倍儿准，没毛病，兄弟。我想说，这个刚过完的两天，你们没有给他一起过生日吗？如果是12月18号的话，我啥时候12月18号？我记得现在提供一下，提供。还真的就写到了前天立的，是吧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写出赵泽帆的身高数据。长了吗？又最近？兄弟，你不能说你长个的数据啊！他之前一直报的数据，之前一直报的吗？准确的吗？兄弟，你别沉那么多，我听不懂。你就说之前你一直报的数据。不能使眼神啊！是我一直报的，还是就是之后精确量过的最后一次？精确量过的吧？精确量过最后一次，那我不知道。兄弟，我感觉努力都不行了。有了吗？好，三二一，我看有几个答案。1901.9，我这应该还好，那1907。队长，你是一个差距稍微大一点。189跟他之前绝对报的是189，从来没有创造营经验，创造营191，一九一，创造报190，反正咋了，他都不是错的。行哈，几乎就经常差一个毫米数。周柯宇六弟最喜欢食物。哎呀，这个我站起来了，兄弟，真的，真的，我都没有他那么确定。兄弟，我写的那个把妹三个中只一定占一个。你这不行，你这概率太大了。要不说你写的是肉食？他怎么肉？都没有食。兄弟，你哪写的写？瞄瞄的话，别瞄就行了。万一有人资源，来吧。三二一，看看是谁。我先看一下。我先看一下你自己怎么写的。哦，兄弟，你这个是赢了。那这个是哦，午餐肉给忘了。你自己写的是什么？午餐肉。我自己写的是抹茶、三杯鸡，还有可乐。抹茶。这样我来就是认可一下就没错了。好，他的这个啊，午餐肉成。非常的精准。非常精准。吃火锅的时候你是自己吗？米饭和牛肉，这个我就不同意了。你在排练厅点好几次那个，两盒两盒点，记不记得？那是我为了减肥。日料白煎全都白了。这完全就是。哎，就是巴黎姐说的，你写三样哦，有什么食物呢？日料、海鲜，包含的多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，我写的这个，我写的这个会用的。那你怎么写的日料？这一般人都可以写的。好，来看这个可乐，巧克力三三，巧克力的我看看，这个 OK 是吧？他那个可能就150，这还有零分。这都封面，我这没有个圈面纹。这道题呢，可能会有点难为大家了啊，但是要做一个排名了啊，但是可以，但是不能给我一个就是并列排名了。嗯，请把你们心中五个人的颜值排名写下来，也不用非得都把自己写在最后一名，不用那么谦虚。就不，我们都不是那种人。快，我好了，兄弟，还有我，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。这一期采访真的难吗？太难了，直接采完团解散了，直接解散了，解散了。好，好，三二一，亮黑板，咱一个一个看吧，一个一个说吧，要不先。我说啊，首先呢，我的偶像蒋一鸣是门面担当，一直是我的偶像，肯定是第一名。然后六弟呢，对我心中的第二名，第三名是图图，图图是赢在身高上。然后人家问长得帅，你赢的是不是全面看？然后我呢是，个还挺高，然后长相。所以请问你赢不主现在哪？个，因为我是放眼望去，不是只看。我觉得说的对，我改一改名次。哦，你写的是我呀？哦，对。哦，那这就不是身高了，是脸。看到了，这个地方，好了，看到了啊，像第一层就是我和一鸣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那种。
不相上下，就有那种不同的那种点气质。对对对，然后底下就是幻鱼和林队长，就是我俩为啥是等于号？我就反正为啥是等于号？不是，不是，听我说嘛，他俩刚打了一架，他身上有一个那种特别成熟的那种气质。我听到了，他想骂呀，要不就是我比年龄，我退团不完了吗？兄弟。然后幻鱼是五官上的，我觉得是五官里面最精致的。对，然后最后就写图，这个我其实不是很想解释。丑就是丑，是吧？是吧？兄弟，很卡通，是吧？不好看。兄弟没法做，来吧，兑奖。他说要下一个什么？我觉得毫无疑问的就是，你这熊是名啊，你看，熊是贾雨玲，六弟就是六弟，我觉得这俩没啥说的。我把我写中间了，就是。给自己三分，我从给自己加了一分。从厦门回来以后，我真的就以前我肯定是最后，但是我那是长头发的时候，我短头发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稍微增一增，所以我觉得站起来了，所以我把我排到第三，然后图图排第四，我没有参加任何身高不身高的，就是综合的你的气质气场还有你的综合加一起，对，图图你就是个唱歌的好，这我的气质最不行是吧？气质最不行排最后是吧？你的气质拿捏不一样啊。别致，就这样别致，就拿捏的很死，这个东西气质拿捏的，所以排到最后。明亮的帅，其实我觉得是都不一样的，但是在我心中，我是这样觉得的，我是觉得明亮就是最帅，六六就是第二帅，我就比你俩帅，然后我就是最丑，是吧？对。没有没有，就是两，就是不好看，也不是说丑，没那么好看，跟我们四个相比。我觉得我这道题太坑了。那我们排名第一的是。我觉得都是帅是最帅，然后这么骄傲，然后图图是第二帅，然后幻鱼是第三帅，弟弟是第四。当然，你看我这箭头，兄弟，你也可以反过来。你仔细看我这箭头，它其实是双向，它是有含义的。对，你从前往后看呢，很明显。再看，我是看他们的身体的强壮程度来画。对，那兄弟，那你不是应该第一个吗？我是为了有这个逆过来的这个顺序，所以我来。那我们想听逆过来这个，是另外一套说辞。逆过来可能就事实了吧。对对。图图，全场嗑瓜子嗑的最勤。没事，我是吧？我把它写到这个地方了，然后因为没地方了。虽然蒋一鸣是第一帅的，然后六弟是第二帅的，冯守轩是第三帅的。卢焕宇是第四帅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就是有点后悔把他写在最后一个。没有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属于帅这挂的，不需要靠脸吃饭，毕竟一身才华。哦，原来这个点的这样，不是逻辑又出来了。所以现在达成共识了吗？就大家各自有心里自己的一套。现在就是最后一名占的最多的一个是我。你写，这是我是最后一个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好，我是两票，幻鱼几票？我两票，啊，我两票，你两票，兄弟，我打死没发现咱俩能是最后一个，兄弟，难兄难弟吧，咱俩是年龄最长，主要是年龄到这儿了，那行，不得不服，放松。那有没有什么在最后想跟粉丝们说的？6、7、8。几年以后，可能某部电影，你的两三场全回到过去，你是足以暂停世界的回忆，生动的回忆。谢谢。对的，我差点要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我想说的是，这是我做的一次人数最多的采访，然后这也是我做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采访。然后这是我做的一次，就是答案特别出乎我意料的采访，特别开心。然后我不希望大家只是在我们的回忆，我希望 Fast 就是 Fast， 永远在我们的视野里。好，谢谢。感谢嘉禾新闻南方 Fast 总经理金湛，谢谢大家。Fast 收到。